金门县议会议员到高雄市议会参访，一见到韩国瑜，动算声不停喊。韩国瑜动算，韩国瑜动算。美其名是议会的交流参访，但偏偏金门县议员接连送上象征好彩头的菜头，还有包子、肉粽象征包粽，送上选举意涵浓厚的伴手礼，完全不避讳的这样喊：韩国瑜动算。韩国瑜斗算。金门县议员拉起加油团的红布条，说是要帮韩国瑜加油打气。其实就在几天前，新竹县市议员在苗栗县议长的领军下，也组成了竹竹苗后援团，成员有议员、里长和乡镇长，说要来高雄市议会参访，但实际上是来挺韩国瑜选总统。同样送上蒜、包子、粽子等等，预祝高票当选。连身体微恙的议长许坤元也戴着眼罩来致辞，身上穿的还是韩国瑜选市长时的竞选衣物，但明明是议会开议期间，怎么公然拼选战还不止一次？韩市长所谓的平日拼市政，假日拼选举，已经完全走样。现在是周一到周日，天天都在拼选举。接连两个议会参访团，是不是都来挺韩国瑜拼选举？韩国瑜快闪没回应，只是看似议会的交流参访，却是选举动作频频，让人不禁质疑：韩国瑜说好的上班拼市政，下班拼选举，标准在哪里？三立新闻许世良、黄家平高雄报道。